刑十三年被宣布无罪。两岁幼儿中毒身亡。我出去。女子监狱里跑出一名喊冤者。一进来我就说，就第一声就叫杨律师，你救救我。两名重要嫌疑人没被调查。你说十八九岁的女娃儿有人追啊，太正常了。检察官发现毒物鉴定报告有问题，他们的整个病理症状和毒鼠强中毒的机制不一致。五份重要笔录竟是警察冒名签字。未来呢，调查属实的话，那么可能涉嫌呢是滥用职权。法治的进步让他获得了新生。我相信，或者就是希望。重生，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红衣女孩名叫钱仁凤，云南省巧家县人。钱仁凤之所以会失声痛哭，是因为在2002年，她曾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服刑十三年后，2015年12月2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她无罪，将她释放了。在前面挽着钱仁凤的是他的父亲，而母亲在他回家前八个月刚刚去世。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我们来看两张照片。左边是被判刑前的钱仁凤，17岁，右边是现在的钱仁凤，30岁。钱仁凤人生当中最美丽最青春的这段时光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当年他是因为什么锒铛入狱的，现在又因为什么被宣判无罪了？在钱仁凤被释放之前，我们栏目的记者就曾经对此案进行过深入的采访，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记者早前的调查。乌蒙山位于云南与贵州交界处，钱仁凤的老家就是在乌蒙山深处。2015年6月底，记者是乘车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公路进去的。13年前，这里不通公路，这条山路是村民们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2002年春节刚过，大年初六一大早，时年17岁的钱仁凤就辞别了双亲，去了县城。钱仁凤离家那天，一切很平静。当时父亲在猪圈里喂猪时，母亲去了菜园。钱仁凤在跨出家门的那一刻，反身给父亲打了一个招呼，父亲应了一声，也没远送。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3年。钱仁凤只读了4年书，文化程度不高。16岁那年，先是进城给人做保姆，后来去了一家托儿所做保育员。钱仁凤是父亲40多岁才生的，老幺，从小受宠爱。父母对他没有大的期望，只要他健康平安就行。可这个最低的愿望，在那次进城后不久，就变得遥不可及了。没这一出入口没，一直到这一事情出事了没，公安局来了没。钱仁凤进城后10多天，家里突然来了好多警察，说钱仁凤在城里犯了事。到底何事警察没有说，警察将他们家仔仔细细搜查了一遍，还给家里的每个人做了笔录。没有，而且是这么解释说，我们就跟一个哑巴跟一个汉堡是一样的，找不到说的。钱仁凤的父母是世世代代的农民，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老实本分，木讷少言，见到警察就吓得够呛，听说女儿还犯了事，站立的父母不敢多言，只是暗暗担心。那17岁的钱仁凤在城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呢？黄燕夫妇早在10多年前就在巧家县城这家菜市场里卖菜了。
他们的女儿侯磊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钱仁凤出事那天，女儿侯磊才两岁。我们早晨是我家这个媳妇，给娃儿收拾好了，正好带到送去给。由于没有城里户口，进不了正规幼儿园，黄燕夫妇就将女儿侯磊送到了一家私立托儿所。2002年2月22日是托儿所新年开园的第三天，忙于生意，一大早黄燕夫妇就将女儿送去了。可到了下午，出事了。我们给看到娃儿们手淫车，就是我说不行啊，阿婆，我出去。所以吧，都是亲的，自家都是亲的。下午4点多钟，托儿所的人将女儿送了回来。此时女儿嘴唇发紫，瞳孔放大，不省人事了。他们赶紧将女儿送到医院，可医生也没能挽留住女儿。女儿死了，才2岁1个月。产的黄癌。产的黄癌啥子？说是吧，是中产的黄是啥？是啥？他得什么病？我那边以为说是中毒。2岁的侯磊因何身亡？托儿所和黄燕夫妇一起报了警，警察很快就去了医院，还做了尸检。尸检报告显示，2岁的侯磊是中毒身亡的。2岁幼儿中毒身亡，这事儿跟钱仁凤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说到这儿，您可能想起来了，钱仁凤啊，他是在一家托儿所做保育员工作的，没错。中毒身亡的侯磊就是在他工作的那家托儿所出事儿的。难道侯磊中毒身亡是钱仁凤下的毒？13年前，法院确实也是这么认定的。这座院落是当年托儿所所在地，托儿所在这幢楼的2楼，原来是一间大屋子，现在被当地政府的街道办事处隔成了小间，做了办公室。这是托儿所当年的部分幼儿的合影。记者曾让侯磊父母帮忙辨认谁是侯磊，可父母已经无从认出，时间模糊了一些记忆，可13年前那起中毒事件，托儿所开办者没有忘却。16岁好像没，准备才18岁。才18岁。嗯，18岁就开始开幼儿园。当时他是读的幼师班嘛，我们折腾的幼师班。哦。他是托儿所开办者朱梅的母亲。合影中的这名个头高的是朱梅，个头矮的是钱仁凤。开办者朱梅只比钱仁凤大1岁，18岁，又是刚刚毕业。托儿所是父母凑钱帮他开的，出事那天开张才半年多。当天我没在幼儿园，当天我早上给早上的菜买了以后，给饭这些整给他们吃了以后，我就出去了。托儿所规模不大，开办者朱梅是幼师，钱仁凤是保育员，负责料理孩子的日常起居。朱梅的母亲则帮忙做饭。出事那天，午饭是朱梅和母亲做好的，可他们没吃就外出了，10几个幼儿都留给了钱仁凤。下午快4点，朱梅回所，幼儿侯磊没精神还呕吐，刚开始以为是病了，朱梅就将侯磊送了回去。可没想到是中毒，最终不治身亡了。去检验的时候，有4个娃娃已经是，当时是看出是中毒现象的，这啊不是。有4个孩子。4个，我们当时2的2、3个抢救回来的嘛。据警方调查，当天托儿所除了侯磊中毒身亡，还有3名幼儿出现了中毒症状，只不过中毒不深，经治疗转危为安了，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记者见到了其中2名幼儿的家长。2个都给抢救过，2个都抢救过是吧？大伤严重点，二伤严重点是吧？二伤是当时你看是脸上发乌是吧？还有其他有症状吗？其他就觉得没得精神了嘛，看到反正蔫了是吧？后头想了，还是觉得是反正是那种中毒的症状了嘛。幼儿中毒身亡，毒源何来？经过现场勘查，警方在托儿所厨房的猪油、面条、大米，还有教室柜子上的豆奶粉、注射器、室外的垃圾、侯磊的呕吐物等23处物品中发现了毒鼠强成分。毒鼠强是一种灭老鼠的药，有剧毒。警方认为这是一起人为的蓄意投毒案，那投毒者会是谁呢？
我说小爷爷们咋个了，咋个看到这个姑娘很本分的一个人嘛，也很不讲话，可是就是咋个会出现这种问题，可是不是我们当时当天晚上发生事情，当天晚上反正7点过的，他们公安的这个小爷爷整进去了嘛。警方将钱仁凤带去是有道理的，因为事发前托儿所里只有他一个成人在。笔录显示，钱仁凤刚开始并不承认，经审讯第三天他承认投毒，原因是托儿所开办者朱梅经常吼他，给他吃剩饭，事发当天还将十几个幼儿留给他一个人看管，这让他有些恼火，为此将耗子药混在了午饭里给幼儿吃了，目的是让孩子得病朱梅出钱治，可没想到毒死了人。我们不想怀，我们当时不没有说怀疑谁啊，因为我们甚至认不得啥子，认不得了嘛。直到后头小艳艳已经做进去了以后，进去了以后了嘛，就他们一个警官副警官了嘛，就告诉我们说是小艳艳投的毒。钱仁凤就是投毒者，有些让人意外，可他自己都承认了，警方还带他指认了现场。再加上警方一系列的权威调查，普通人是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去怀疑的。对于钱仁凤的父母来说，这个消息无异于晴空霹雷。父母再次见到钱仁凤是在6个月后，那是钱仁凤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起诉到了法庭，父母感觉到法庭上的钱仁凤很没有精神，似乎是认命了。案件审了好长时间，父母努力听了，可也没有听出什么问题。哎呦，那龙虽然说是我咱上才有个规矩是一样的嘛，像啥人呐、啊？不像人呐、啊？3个月后，一审判决下来，2002年年底，二审维持，法院认定钱仁凤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判决生效后，钱仁凤被送往省城昆明的一家女子监狱服刑，这一去就是13年。高墙内，钱仁凤有一个信念，不相信或者就是希望。女子监狱有一个犯人喊救命，第一声就叫着杨律师，你救救我。律师发现卷宗里疑点重重，这个呢有被这个生活残忍，三个重要物证没有做指纹鉴定，从法律上面讲疑罪重重，这个最基本的。重生今日说法继续播出。在法庭上，钱仁凤其实并没有认罪。现在您看到的就是钱仁凤案的庭审记录。法官问被告人钱仁凤有无异议，钱答我根本没做，我没放药，我是被打后乱说的。不光在庭审上，其实在被关进去一个多月之后，钱仁凤就翻供了，声称是被冤枉的，但是没有人重视。那13年后案情为什么会反转，宣布他无罪，把他给放出来了呢？这还得回到2010年。然后正好要送上昆明去了，然后忘了他一转。在送往省城服刑前，老父母从老家赶到巧家县城见了钱仁凤一面，当时除了哭啥都没让说，那是老母亲最后一次见钱仁凤。就我跟他磕头，就你婆婆临终的时候啊，交给你进的保管起来是吧？啊、对对对。啊，婆婆原来经常看那个相片是吧？啊，是的，是的。嗯，没这种伤天害理的认为，第一个我只是他不会走路的嘛。公安的来天，他们照着黑暗就抬到整体去喽。我说这个人啊，想就那个是阎王的，他整他的。父母自认为钱仁凤不是一个坏孩子，对他做出那般狠毒之事，他们曾有过怀疑。可从巧家警方、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司法机关都认定钱仁凤投了毒。他们哪有底气去声张？
身陷囹圄、高墙内的钱仁凤没有放弃，在2015年12月21日被宣布无罪。在走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时，他这样说过：因为不是事实，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审判，我相信活着就是希望，我就是因为这个信念我一直活下来。正是家人的期盼，钱仁凤的坚持，在入狱服刑八年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就是任何事情要注重证据和事实。事务所和前行合作，免费人提供服务。五位律师，法诉律师。2010年月，行动律师事务所的另一次来到了昆明市女子狱，接待人时出现了状况。他一进来非常激动，我不明白这些事情，就叫做杨律师，你就是的最没有，正是钱仁凤，此时已经是他服刑的第八一个服刑，也许真的是回来后，律师们一起研究了一下钱仁凤的案子，因为太过离奇。那么这个呢，他自己做饭，然后他又偷渡，这个呢又被这个生活缠绵。钱仁凤交代，当天他是将耗子药放在午饭里，自己和幼儿一起吃的。警方问：“你吃没吃过已放过药的东西？”答：“我吃了，宝宝也都吃了。”问：“你不怕耗子药毒倒你？”答：“没有想，如果着了，也就都着了。”描述他们厨房里面所有物品都有毒，用这个有毒的物品做成了一锅饭，14个孩子吃了。但是这个案子奇怪的是，只有这4个孩子，而且另外的孩子是安然无恙，这个问题是说不过去的。并且投毒者本人他也吃了，这些人都是一点事都没有，这个一逻辑不相符。警方查明钱仁凤投毒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托儿所的开办者朱梅，他没必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另外，托儿所当天有10几名幼儿吃的是同一锅饭，最后怎么只有4名幼儿中毒，其中一名身亡，钱仁凤和另外的幼儿安然无事呢？还有，钱仁凤是从乡下进城的，每天吃住都在托儿所，案发后也没逃离。如果确实他投毒，厨房、教室等23处物品上都有剧毒，那接下来的日子他该如何度过？他还在这干，他会毒死他。他继续在这干的话，只报复一下，让其他孩子生病，那更多的孩子不生病，让你们不知道、不清楚是他。那么这些物品里面都有毒了，下一顿饭他该怎么办？他是吃还是不吃？他不吃，他要挨饿，人家就看出是他要告的毒；他要吃，他就要被毒死。律师们认为，一个案件有这么多不合情理，必有蹊跷，得派专人查查。杨律师的话要有正义感，那么我就当时跟杨律师做一个简短的交流。我说的话呢，就说以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那么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呢，进行了提供这个帮助，那么跟进这个案子。杨柱律师黑状，为人耿直。接下钱仁凤这个案件之后，他觉得案情复杂，就又叫上了另外一名律师，两个人联手代理了钱仁凤案。通过对卷宗材料的查看，杨柱他们发现，当初法院认定钱仁凤有罪，那些证据互相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无法认定投毒者就是钱仁凤。判决书中，法院认定钱仁凤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2002年2月22日12时许，将从家中带来的灭老鼠药放在部分食品中，并将放有灭鼠药的食品给部分幼儿食用，导致3名幼儿中毒，其中一人死亡。对这个作案过程，两名代理律师认为，案卷中的证据根本就无法支撑。和钱仁印，你和钱仁印之间有矛盾没有？但我们关系很好。嗯。钱仁凤有2个名字，钱仁言是他的别名，有时他也用。钱仁凤交代，他投毒是因为托儿所开办者朱梅对他不好，经常吼他，还给他吃剩饭。案发当天将10几个孩子留给他一个人管，让他恼火。可托儿所开办者朱梅在笔录中否认自己对钱仁凤不好，朱梅的母亲也表示他们没有很过分的对待钱仁凤。也不存在，因为大伙都是娃娃个噻。你说一个16岁，一个18岁，大伙都是大，当的都还不是得说是很
餐饮是真正的嘛，就是你说很有可能也有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就是我说你做得不对嘛，就是肯定有时候肯定也有说他的时候，是剩菜剩饭这种可能性很小，坦率的讲剩菜这很正常的，我们农村包括我们家嘛，你说我上午今天中午炒的菜没吃完了，我同样给它放在冰箱里面，下午再继续吃，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说只是具体剩饭这个角度，我觉得是不好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不仅如此，钱仁凤的工钱原来是100元钱一个月，2002年春节过后，朱梅将他的工资涨到了150元，这是略高于当时的行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受点委屈也不可能就要报复，还选择孩子下手。从这个农村出来的，从农村到县城里面，他觉得对他人生来说也是事业的大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城里面的人或者农村的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这些做事的这种方法也好，有些不那个的地方批评他几句，这个是难免的，他为此多少有点想法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说上升到他因为恨朱梅就往这个小孩碗里面投毒，然后让朱梅维持了承担医药费，让他开不了这个幼儿园托儿所，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对他去呢？案卷的证据不足以支持钱仁凤的作案动机，除了作案动机，法院认为钱仁凤投毒所用的毒物是从家中带来的灭鼠药，两位代理律师认为证据同样不足。发现以后就把这瓶耗子药拿了，放在定制机的那张桌子的桌子上。钱仁凤交代，灭鼠药是他春节在老家打扫卫生时发现，装到衣服口袋里，无意中带到县城来的。灭鼠药是白色塑料瓶装的红色液体，为了求印，警方去了钱家询问了钱家人。就是说钱仁凤下桥脚去那天，他这是带着老鼠药下去的。哎呦，带个啥子耗子药啊，出门人打工人啊。钱仁凤家的灭鼠药大部分是他父亲买的，父亲在给警方做的笔录中说，他曾买过三种灭鼠药，一种玻璃瓶装的红水，一种是白色塑料瓶装的黄水，还有一种青霉素瓶白色粉末，并没有买过钱仁凤交代的白色塑料瓶红色液体的灭鼠药。那钱仁凤用来投毒的灭鼠药到底来自何方？卷宗里没有进一步的查证，毒物的来源没有确定，没有明确，究竟从哪里来都说不清楚，所以进一步排除他的作案性。没有查证的还有投毒工具，据钱仁凤交代，当天他是用菜刀将灭鼠药切开，先倒在厨房的众多食品上，后到教室用一支注射器将灭鼠药注射到了豆奶粉中。投毒结束后，将装老鼠药的瓶子也抛到了院子里，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把菜刀、一支注射器，还有一个白色的塑料瓶。这个老鼠药和这个注射器就是这两个老鼠药瓶和注射器，这两样东西至少要做一个的指纹鉴定，这两个不可能两个东西都没有条件做指纹鉴定。注射器太好做指纹鉴定了，就是即便是塑料的非常好做，那个指纹器的指纹易如反掌，2002年我们国家的科技早就够了，指纹鉴定怎么不够？够。正常来说，警方应将现场提取到的物证进行痕迹鉴定，看上面是否有钱仁凤的指纹等痕迹物证，以锁定确实是他投毒。可警方并没有对菜刀、塑料瓶和注射器三个投毒工具做任何痕迹物证鉴定。我就不知道公安为什么不提取指纹，就至少我们也不把谁想的那么坏。至少说明他的工作草率，作为一个这个投毒的主要直接证据，你至少应该做一个这个指纹鉴定，要提取他上面有哪些的指纹在上面。如果没有的话，我甚至想这个塑料瓶是不是有人栽赃陷害的，根本就与他就无关，但我只能说是有这样的嫌疑。另外，通过查阅，两名律师发现案件中的投毒时间、投毒范围等细节在卷宗里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无法统一。根据这卷宗来，就基本上判断这个案子确实是存在很多问题，最起码很多很多的疑点你无法排除，因为从法律上来讲，疑罪从无，这个是最基本的。托儿所的开办者曾被两人追求。你说18、90年的女娃儿，有人这样开警场了？重要嫌疑人警方没有追查。
正常的公安室，至少要把这两个人找来做一个讯问笔录。检察官发现侯磊不是死于毒鼠强，这个案件又认定是一个纯毒鼠强中毒案件呢，证据不充分，真凶可能另有其人。他们两个就又一起来偷我，用这两个是惯偷。重生今日说法继续播出。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魏晓娜教授，欢迎魏老师。律师通过查阅卷宗发现，当时认定钱仁凤有罪的有一些物证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个药瓶啊、注射器呀、上面都没有提取相关的物证痕迹，所以律师认为这些缺失导致对案件真实性的反应不能确立，您觉得有道理吗？那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呢，一个证据要发挥证明作用，它首先呢要建立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方面呢是证据呢与案件现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现场之间的关系呢，它依赖的是比如说勘验笔录、提取笔录或者是扣押笔录，这样建立一种证据，它要来源于案件现场。另外一方面呢，你要证明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投毒是被告人所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还要必须建立起证据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的建立呢，就依赖于提取比如说像指纹，你在证据上发现了比如说菜刀啊或者这个塑料瓶上发现了这个被告人的这个指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建立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那么所以说呢，对于一个作为一个案件的证据，如果你要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这样一个行为，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证据的锁链，环环相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钱仁凤投毒了。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啊，由于没有就是做出这样一个痕迹的这样一个鉴定啊，没有提取指纹，所以说呢，这被告人和这个证据之间这个锁链其实是断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证据锁链它是开放性的，那就不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说这个案子一定是钱仁凤投的毒。毒物来源不明，投毒工具没有落实，作案动机存疑，再加上钱仁凤说自己是屈打成招的，可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的每个环节都有疑点。刚开始两位代理律师认为这些疑点可能是案件本身的侦查难度导致的，但是仔细看完案卷，他们发现这一切可能是人为的，因为真凶很可能另有其人。托儿所位于院落的二层，挂牌子的这个房间是大活动室，孩子们睡觉玩耍都在这里。活动室的右手边有一个楼梯间，是托儿所的厨房。当年院落没有大门，托儿所的大门也没有上锁，外来人员可以随便出入。因为他凭他听他就说你们可能给了解过这个前任员，就是他可能他来我们这里嘛，因为他穿的衣服了嘛，基本上都是我姑娘的拿给他穿的，因为他从在重庆这个从西南团子嘛比较穷，当时太穷了那些地方。之前提到投毒者将毒物撒在了厨房和活动室里的面条、酱油、番茄、大米和豆奶粉等23处物品上，而钱仁凤吃住都在托儿所。律师认为他自己投毒害自己的可能性不大。结合到托儿所的现场情况，杨柱律师认为投毒者应当是外来人，那这个外人会是谁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很明显针对朱梅家的幼儿园发生投毒，那应该是一个报复案或者是什么报复陷害案之类的，总之与报复有关的案件。杨柱律师分析，投毒应当是蓄意报复，而托儿所多处被投毒应当不是针对某个幼儿，而是针对托儿所的开办者朱梅或家人的。既然是熟人当中的仇人作案，那么公安自古以来就是办案的人都会选择问，这一段时间和你有重大利益冲突的人，有感情冲突的人，你都要找，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情感，那么从利益和情感两者当中去寻找。而朱梅说他与钱仁凤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钱仁凤自己交代的作案动机又比较牵强。其实在案发当天，朱梅脑海里第一个怀疑对象并不是钱仁凤，而是另外两个男人也来追我，我也没有答应、他们两个就又起来偷我，因为这两个是惯偷我、他妈的1000多元，他爸爸的4000多元，总共我家被盗了6000多元。他们两个都非常恨。事发当天，朱梅在警方的笔录中提到，当年现场里有一个姓罗的和一个姓谢的两个男人追求过他，但都被他拒绝了。
不知是不是怀恨在心，在投毒案发生前一年多，这两名追求者竟然联合起来对他家实施了盗窃，盗走了他家6000多元钱。之前因为我们压的嘛，因为以前我们的老房子的嘛，老房子的嘛，因为压的也比较不咋个安全，一句话就说。后来警方将那两个男人都抓了起来，经审理，两人分别被判了刑，刑期都是判了3年缓期4年。2002年元月24日，两人被同时释放了。离奇的是，两人出来后的28天，2002年2月22日，托儿所投毒案发生了。这个案就是这种事情，你说18、19岁的女娃儿有人追啊，太正常了，不是？就太正常了，就说是报复不报复，这个是这些东西就肯定呀，当时做的笔录了嘛，本来这些东西就说你们可以看，肯定看得到。恋爱被拒，联手偷窃被抓，案发前刚刚被释放，有动机，有时间，还有过作案前科。朱梅怀疑那两名男子作案是有道理的。事情到此，两位代理律师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钱仁凤交代的作案手法会如此不合常理，为什么整个作案过程疑点重重。原来真凶可能不是钱仁凤。那为什么最后被抓被判的是钱仁凤，不是那两名男子呢？我们按理这样已经顶出这两个人是最恨他家的人或者最恨他的人，正常的公安是至少要把这两个人找来做一个讯问，比如案发的时候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有没有到案发现场，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你们跟朱梅有没有什么过节，种种之类的询问，比如是最起码的最基本的，这个呢我们可以叫做说排除此二人的作案嫌疑。但是公安机关就没有指引聘语去排除此二人的作案嫌疑。两位代理律师从头看到尾，卷宗里没有警方对那两位男子所做的任何笔录，更别说外围调查了。正常来说，重大嫌疑人警方是不可能不进行调查和排除的，可为什么没有呢？卷宗里没有答案。记者曾和巧家县公安局进行过联系，但我们的采访要求没被接受。据了解，当年那起中毒案由于案情重大，引起了巧家县公安局的上级单位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的重视，两级公安机关联合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专案组。巧家，云南省东北部的一个山区县，山高谷深。13年后，记者在现场跟人提及当年那起投毒案，人们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晰，而投毒案中的一些当事人也开始慢慢放下。那时候是托儿所办得好好的，可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又出去打工嘛，也给广州那边开了1年。中毒案发生后，托儿所不得不关了门，保育员钱仁凤锒铛入狱，开办着朱梅去了外地。3年后的2005年，朱梅回到了老家，进了一家国企工作，随后结婚生子，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一个孩子是吧？啊，24岁，这二十岁生的，这个郝磊是第一个孩子啊，24岁。幼儿侯磊离开时，他的父母才20多岁。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虽然还在卖菜，生活环境没有多大改变，可新的生命给了他们新的方向，内心渐渐平复。1、2、3、4，1、2、3。可高墙内的钱仁凤，他无法放下。在律师的帮助下，2011年8月，他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可申请很快被驳回，理由是原判决没有问题。啊，别说有没有真凶，即便没有真凶，找不到真凶，单凭现有的证据，从一句说从无的印证，陈仁凤也不应该给他判刑。他们直接的信口。是。自从2010年接手了钱仁凤案，杨柱律师已经多次从省城昆明来到钱仁凤的家。他说大山和山里人淳朴的眼神能给他力量。现在应该在这个所有这些媒体这些帮助记者的帮助下，现在应该这个案子宽了，应该是你不要紧。再审申请被驳回后，
杨柱他们帮钱仁凤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2013年5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钱仁凤案，展开复查。尘封11年的卷宗被检察官翻开，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工作是细致的。通过多次的查看，他们看到了问题，提出了疑问。第一个被检察官怀疑的是这起投毒案的性质。死者的死因包括两个没有当时认定是中毒以后抢救回来的孩子，那么他们认定他们的整个病理症状和毒鼠强中毒的机制不一致。13年前，巧家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毒鼠强中毒案件，可检察官通过查看幼儿侯磊和另外中毒者的病例，发现中毒者的病症和毒鼠强中毒应有的特征并不吻合。因为毒鼠强中毒呢，它是一个，它必然要出现相应的反应，但我们在他们身上呢，没有看到这些反应。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处出具的说明介绍，重度毒鼠强中毒者发作时，表现为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小便失禁、意识丧失。可死者侯磊和另外3名中毒者并没有反映出以上中毒特征。仅仅从被害人体内的反应来看呢，不能够得出，就是说他也可能生病，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同时呢，就是说他其他毒物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包括病毒感染。这些都可能出现一定的症状，你单纯的从这些情况来看呢，它不能够完全的说得出一个必然这个结论呢，就是说没有排他性。那他们中的是什么毒呢？当初之所以认定侯磊他们中的是毒鼠强，是依据巧家警方的这份毒物鉴定报告，说从现场物品和死者侯磊身上发现了毒鼠强成分。那为什么中毒者身上没有出现毒鼠强的中毒特征呢？对于这份毒物鉴定呢，我们是认为他们没有相应的技术内卷意义支撑，就说就像这样的这些鉴定结论一样，没有内卷，是必须有内卷的，技术必须要有，否则你怎么知道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根据规定，检验机关在做毒物鉴定时，应当将鉴定时的具体数据附在内卷中，以备查验。可检察官没在内卷里找到当初的数据，当初的检验人员也表示记不清了。这样一来，巧家警方出具的这份毒物鉴定当初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是否准确，都成了疑问。另外，检察官还发现当初警方给侯磊做的这份尸检报告也是违反程序的。从日期上来看呢，他的日期是二月二十二号二十三时，这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他的毒物鉴定报告呢是在3月份才做出来的。3月8号。3月8号。所以说它不符合法医的鉴定规范要求，因为原则上来说，你应该拿做出毒物鉴定以后，才能去做出相应的尸检报告，尤其是你的尸检报告是要以毒物鉴定为核心来做，那么他们的次序是颠倒的。检察官解释，根据科学逻辑，应当是先做毒物鉴定，然后根据毒物鉴定报告再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可当初巧家警方是在毒物鉴定报告出来前半个多月就做了尸检报告，违背了科学。他们得出侯磊是中毒死亡的尸检结论并不准确。那么因为他们工作当中有这个问题呢，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再进一步的查证下去。同时呢，由于相应的物证，因为时隔13年，都已经灭失，不可能再继续做，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案件要认定是一个纯毒鼠强中毒案件呢，证据不充分。死者病例中的症状与毒鼠强中毒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不吻合，毒物鉴定报告的准确性又无法保证，这样一来，幼儿侯磊到底是不是死于毒鼠强就有了疑问。如果不是，只是普通的食物或者病理性中毒，那这起案件就不是人为的，不构成刑事犯罪。钱仁凤供认是从老家带来的灭鼠药做的案，就不是事实，他可能是被冤枉的。5份笔录竟是警察冒名签字。如果说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他
把他用得着吗？检察机关复查另外两名嫌疑人，这个钱应该说在逻辑上看上去很合理。此案真凶到底是谁？没利益，要钱就是值，要给个公道。重生今日说法继续播出。13年，一起夺去了一名17岁花季少女人身自由的案件，竟然可能不是刑事案件，这样的反转太让人惊奇。人们不禁要问，当初警方是怎么侦查的？法院是怎么审判的？为什么当初就没有发现呢？别急，检察官下面查清的一个事实会告诉你，当初的司法人员到底做了什么。他其他理由有他自己本人的钱，他不是不会签字。你帮人家签了，你要合理解释吗？他不愿意签，他是怎么了？钱仁凤是说他经过辨认没有？他也记不清了，他现在问他什么，他都是记不清了。检察官在查看卷宗时发现钱仁凤的讯问笔录有些签名不像钱仁凤自己签的，于是将这些笔录送去做了一个字迹鉴定，结果证实有3份讯问笔录和2份辩护笔录都不签的名。讯问自己签的，自己讯问自己签的，他都有明确的，你看这个结论方面他都有明确的结论嘛。钱仁凤读过4年书，会写字，笔录中有他多处的签名，为什么讯问他的侦查员会替他签呢？记者注意到，3份有笔录，2份辨认笔录是对中，如果没有这5份人凤有罪。如果说是他的真实意思，他用的时候用你来签名吗？由于巧家县公安局拒绝我们的采访，真相我不知。签名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做了通报，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调查出来。前任3份笔录不是他上是什么角度来说呢，这个警察呢，如果这种情况查实，就未来呢调查属实的话，那么可能涉嫌呢是滥用职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面对的比如说是什么法律严重的会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方面从法的角度来说。那么对于认罪录签名，在这种情况他已经不具合法的存在，这种瑕疵情况下，对我国能作为毒物来源等关键，原因是不清不足，向云南省院再审建议。2015年5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钱仁凤案。通过再审开庭，法院认为侯良正服。警方的这份毒物检验鉴没有相应的数据作证，警方没有对现场定钱仁凤对蔡道俊人员。范围、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无法排除的疑点，上述证据在法律上存在着不同的瑕疵，并量刑的证据，这就导致现有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原判决认定钱仁凤有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2015年12月2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决，宣判钱仁凤无罪。13年后重获自由的钱仁凤眼眶泛红，一直紧握着哥哥的手。钱仁凤说自己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感觉抽筋，又要死。经13年后，前面的路我们也还不掉脸，儿子为父母是孤独，这老板真凶是谁？当初乔一人查是无，把他设想的各种可犯罪的可能性和所有的可能涉案的人员都做了一个总结，那么他最后最终认定其中的某两个人有明显的作案嫌疑，没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针对他提出相当的证据，针对他提出来的问题呢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嫌疑人过调查，没有证据表他们与当年那起中毒案有关，更由此来推定警方当年没有对他们进行过调查是故意为之。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再进一步查下。另外检察官认为法院再审认定钱仁凤无罪并不偏上犯到犯罪的危害，考虑到是否要自己的暴露自己的傻，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必要性，而且从呢而且从小女孩的心理也包括她的行为特征
那这个钱应该说在逻辑上看上去很合理，所以这也是很多这个案子为什么前期在复查当中的时候，很多同能够予以维持的原因，因为这个案子审法院已经复查过一道。除了表示前人主虽然他自己辩说的也有份笔录是侦查员，但奉述笔录中还是有很强的对话逻辑的，并不像完全的人为伪造出来的。法院改判他无罪，并不是说他完全无辜，只是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做出的公正裁决。一些真恐怕省级人民法院和相关的政法部门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钱仁凤案件中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启动了追责调查，而钱仁凤在准备提起国家赔偿的申请。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魏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明天见。